Tom Hardy 在 The Dark Knight Rises 和 Mad Max Fury Road 裏面都大受好評。 Hugh Jackman 說他應該做 Wolverine 的接班人。在這套 Legend 裏面，他更加一人分析兩角，壞人是他，壞人之中的狂魔亦是他。温哥华国际电影节进行得如火如荼，这个礼拜继续有猛片大检阅，星期六晚7:40，星期六搜畫。